怎么不给同学们去踢球啊？他们把我的球都踢脏了。哦，球嘛，本来就是给大家踢着玩的嘛。嗯，快去吧。Thank you.
绿队比赛了，一块儿去练球吧。明天就比赛了，好，我就去。哎，李一，你把新足球也带来好吗？这是爸爸给我的，球坏了怎么办？不愿意就算了，谁稀罕你的球？你还是待在家里跟前比赛吧。我愿意跟前比赛，你管不着。5-0, 6-0, 7-0, 8-0, 9-0, 10-0, 11-0, 12-0, 13-0, 14-0, 15-0, 16-0我可不看你一个人表演。我要去看比赛。咦，怎么生气了？别那么小性儿，去吧。啊，我不去。不怕是久远走近，那怎么办？时间快到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小朋友，不要紧，我来给你们想办法，好吧？来，哎呀，这个球可真要进博物馆了，哈哈。哎，不要紧，有办法。你不去参加比赛，没有人守球门的。我不去。嘿嘿，这下又可以不进博物馆了。好了好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时间已经到了，你去守球门吧。走吧走吧。你听，观众都在鼓掌吹了，他不进球算了，我来守门。你守球门，谁来当裁判员呢？什么裁判员呢？哎，我来给你们做裁判员好不好？
能赛了，第一名是我们赢了。快快快快点菜，快快快快点菜。可是球没有赛完呀，现在不赛了，当然是我们赢了。你们赢，我们赢了，没赢，赢了，没赢，赢了，没。别吵，别吵，我给你们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咦，他到哪儿去了？你们谁呀？李英啊，我明明看着他坐在这儿来吗？他可吓跑了。咦，